这次我跟大家来介绍的是我在 Spring Data JPA 看到的不算是新功能，但是这些是我们平常不会用到的一些功能。那当然首先我们这一场议程我大概设定在是一个偏初阶到中阶的一个课程，所以这之前我们先来稍微复习一下我们这之前我们大概熟悉的那个 Spring Data JPA 大概是什么的一个样子。那 Spring Data JPA 它主要就是透过Java Persistence 那个 API 这一套标准去进行实作，那它背后用的是 Hibernate 这个实作，那它在这之上进行了一些简化以及跟 Spring 的一些整合。那它的一个主要目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宣告 Entity， 让 Java 工程师可以以 Java 的 style 去处理持久化，而不用在乎背后持久化的实作是什么东西。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不用在乎背后到底是 Oracle DB 或者是 MySQL， 那甚至是假设你换了一个 starter， 你甚至可以在以 Spring Data 的一个模式底下去串接 Redis 去串接 MongoDB。 那它第二个功能就是让你用SQL 或者是Java Method Naming 的方式去串接你的 DB。 那它可以让你去不用顾虑 SQL 到底是怎么写的你只需要熟悉 SQL。 那当然 SQL 这类东西它也是基于SQL 去延伸发展出来的。那它其实主要目的并不是让你不去熟悉 SQL， 而是让你能够单独使用 Java 的命名来操作 DB 内 table 的 column。那再来就是我们的 entity relation， 也就是我们各个 table 之间它关联性的控制。那因为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的 Spring Data JPA 还是大多数都用在我们的 relation DB 上面，所以我们各个物件之间的 relation 它如何控制就会变得非常重要。那当然这也是我们通常用 Spring Data JPA 的时候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效能的问题。那效能问题其实在 Data JPA 这边它并不它主要关注的部分，基本上你还是可以透过一些比较 native 的方式做到说你所需要的效能的 tuning。那其实应该说我们实际上在production 环境里面，如果真的有一些报表它是需要串联比较多 table 的又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功能那它会需要比较进阶的 SQL 操作来节省掉我们这些额外的栏位的传输，或者是我们一些更好效能的 join，那我们终究还是会走到 native SQL 这一块。那当然这是比较后面的部分。那再来就是我们在所谓动态查询的这个部分我们会需要一个状况，就是说当有些栏位出现有值的时候，我们才进行那个 SQL 的组合就如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我们会有透过 specification 的这个物件查询 member entity。那 member entity 里面大概提供我们这范例上面提供两个栏位一个是 name 的栏位，一个是 bus day 的栏位那关于 name 的栏位我们就是看 name 它是否是空值，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用 like 的方式去对它做查询那在 bus day 这边我们可以透过一个greater than or equal 或是 less than or equals to 的部分做到一个 range 的查询。那它也可以结合 pageable 来做到物理性的分页换句话说，今天 DB 假设它有100万笔资料那透过这个分页它这一次查询可能只需要输入它前10笔资料它就可以节省掉整个 SQL 的查询效能或是资料传输的效能。好这还是一些前情提要，不是这次的重点，所以我们大概很快的把它浏览过去但是其实这一些也算是我们接下来我们正题里面所需要用到的一些基本的技能。那甚至包含这些基本功能呢在我后来介绍这些功能呢里面它都还是会有重复运用到的部分。那甚至是说像是naming 的查询或者是 SPQL 的查询这些比较偏向应用面的东西，在我们接下来介绍的功能中它终究还是可以回来运用这些东西去做它的查询。好，那第一个我要介绍的主要功能就是所谓的 element collation。刚大家介绍到我们在物件里面它有所谓的关系那我们在 DB 这边就会把它宣告成 relation table， 那我们会透过 primary key 跟 foreign key 的方式对它进行 join。 好，那这里呢我现在贴的这一个程式码它是 Java Duck 的一个片段官方的
他会介绍说这个 Element Declaration 它是大概如何做运作的。从 Sample Code 这边来看你可以发现 Person 这个 Entity 里面它有一个栏位是比较特殊的叫 Nicknames， 它是一个 State 的物件。那大概写过 JP 的人就知道，假设今天不做任何处理直接在一个 Entity 底下去宣告一个不是基础型别或者是不是 String 型别的栏位的时候或者是不是它任何Hibernate Converter 可以处理的型别的时候在启动的过程中会报一些错误。那甚至在比较先进的 IDE 里面，例如说IDEA 或者 IntelliJ IDEA 或者是其他一些甚至 VS Code 它都能够在你写程式码的阶段告诉你说这个是不适合写在这边的，它没有办法被执行。好，那这边呢它这样子写了以外呢它额外加上了一个 notation 叫做 element declaration， 它的目的在于什么？它的目的在于说把这一个栏位它变成另外一个 table 帮你去做一个值的储存。但是它的重点在于说你在 Java 今天设计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管它背后是怎么储存这些栏位的。你只需要知道说今天你的 user entity 带了一个 rows 的栏位进去那它把它储存 DB， 你今天要捞出来它就一定有办法把它以 rows 的形态捞出来。这是它的一个目的。我们接下来进一个 demo， 今天其实我主要的主轴都会在 demo， 我的投影片基本上是当作我的一个总结跟辅助使用，我们直接来看 code 比较快。这次我的 demo 它我们主要使用 Spring Initialize 去创建我们的这个专案，那它我主要引用的这个 library 里面有包含 web， 主要是给我们等一下做一些 demo 的时候会比较方便我展示一些成果。那再来就是我们主要的 data JPA，那么使用的 DB 是 H2 Database， 另外我准备了一个 PostgreSQL 的 driver， 那看之后没有机会用到，因为我有准备一个比较多的案例在里面。那 Longbook 就是我们用来简化 get setter 或者是 equals and hashcode 之类的这些程式码所使用的。那这个专案我已经先建好，然后下了一些前置作业在里面。我的 dependency 里面呢大概就多放了OpenAPI 的也就是Swagger UI 的部分，等一下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直接呼叫我们的 REST API。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在 Application Properties 里面呢，我针对SQL 相关的 Log 我把它开放出来，因为我们这一次操作的东西大家终究会关心一件事情，就是说它背后到底怎么跟 DB 做沟通的，因为这会牵涉到之后我们要假设我们真的想要做效能的 tuning 的时候你的方向是什么。然后剩下的就算是一些基本的包括 H2 的这一个 data source URL， 包含我们把它的 console 也开起来。好，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写程式。好，这是一个基本的 user entity。 好，那关于其他设定的部分我就尽量从简，我们把我们该关注的部分放在我们这一次要讲的主题上面。我们把刚刚看到的一个范例给写出来。我们会有一个 element declaration， 那它是针对 rows 这个栏位的。这个时候我们去对这一个 Spring Boot App 去做执行的时候，它其实在预设状况底下，它就可以在因为 DDL 被设定成 update 的情况，所以我们的 DB 它会自动长出这些栏位出来。所以在 user entity 里面你会没有办法看到 rows 这个栏位，但是你会发现有多一个新的 table 叫做user entity rows， 这其实就是刚刚我们开的这一个新的栏位。那它在这边它可以当做是一个类似中间表的概念，但是它实际上不是中间表。那它有一边是 join 我们的 user entity ID， 那有一边是我们 rows， 那它的宣告是 varchar。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很明确的关联到，就是说这个 varchar 指的就是这个 string。他用一个类似join table， 有点像是 one to many 的概念去把你这个 rows 做一个实现那这会有什么效果？我们可以直接做一个 DAO 跟一个它的 controller 来看看。
那这边的话其实我会略过一些关于架构部分，包含就是说其实我们有一些 policy 是我们不应该在我们的 controller 直接呼叫 DAO， 因为会需要遵循所谓的clean structure 之类的。那这边的话我会把这些无视掉，因为在 JPA 这一块，我如果不专注重点的话，很容易重点被模糊掉。这边我们写了一个 query， 再从 DAO 里面找出所有的资料。那当然这之前我们最好塞一些假的资料进去。这边我们借助的 API listener event listener， 我们 listen 整个 application 启动后的事件。那假设今天当启动后，我们就直接对这个 DB 塞一笔资料。那这边的话我有提前用Longbook 去下一些例如说 Superbuilder Arc Constructor 之类的。我这边我可以直接使用 Builder 的 Pattern 去建立我的一些假资料。我没有 first date。 好，这时候在启动我们的 Swag UI 这边已经有一个 users 的 gate。好，那我们可以直接做一个搜寻，那边搜寻到你可以看到回传哦，它是一个这是一个 user 物件，那它里面有一个 rows 的一个 array， 那里面包含了 user 跟 admin 两个字串。那在 DB 而言，我们这边会有跟刚一样，我们会有两个 table， 一个是 user entity， user entity 它就记录 user 的 ID 跟 user 的 name 的部分。那 user entity row 呢，就这边会记录 user 的 ID 跟 user 的 rows。所以它实际上在启动的时候，我们在做查询的时候，它实际上是跑了一个 join table， 等等，它不是跑一个 join table， 它是跑一个两次的查询。这可能是未来大家会需要特别注意到，就是说因为两段式的查询，它在未来一定会造成一个它是一个未来效能必须要解决的一个目标。OK， 它的第一个查询。它是从这个 user entity 去查询的。那第二个查询，它去查这个 user entity rows， 然后它的会的条件就是它前面查出来这一项 ID。 这大概是一个基本的 element collection 的用法。那它除了 list 以外，它还可以用 map 用 state 应该说所有 collation 的型别以及包含一个 map 的型别。那如果今天是用 map 的话，那它在这一个它自己建立的这个表里面它里面就不会只有 ID 跟你的 value 而已，它会包含一个 keys 的栏位。那这个 keys 它会自动把它建成一个 index。那么再往下继续看，那 element collection 它可以用在 string 上，其实已经算是相当足够了。应该说，如果我们有更复杂的需求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朝向就是说，是不是把它做成 one to many 或 many to many 的需求。好，这边我们稍微倒回一下，这边的话其实在介绍说，刚刚这一些命名啊，实际上你是可以透过 annotation 来做一些调整的。就像是我们不见得会把我们的 user entity 的 table 命名都叫做 user entity。例如说，我们先举个例子例如说这个 user entity，
我通常会用 table 的这一个 annotation 啊，指定它的 name， 然后给它一个比较正式的 table 名称。那有时候这个 table 名称是为了要避免掉我们在 Java 的一些命名跑到 table 去。那有时候是为了避免掉在 SQL 这边，在 SQL DB 这边它会有一些保留字，我们要回避掉。例如说 user 就刚好是一个保留字，所以我们这边得用 users 来当做我们的命名。那在一般的 colon 上面呢，假设我们不想把它叫做 name 的话，我们会用 colon 的一个 notation。他们已经写过了。那一样里面有个 name。我们可以把它改个名字叫这样子。那在 element collection 这边也一样关于这个 rows 它实际上是额外的一个 table， 所以我们这边得用所谓的 collection table 来做处理。那如果要用 join table 也是可以，这两个目前来说我没有看到它的差异在哪里。collection table 的 name 它就是指说这一个额外的一个 table 它的名称是什么。我们把它叫做 user role， 那再来它的一个 join colon， 指的就是说它的 user ID 的栏位叫做什么名称。因为刚刚它把它命名叫做 user entity ID， 那它的栏位名称叫做 roles， 所以我们这边可能把它叫做 user ID， 对。Foreign key 的部分叫 user ID， 那这边要用的话其实是一个 join colon 的 annotation 去做宣告。那至于 rows 本身这个栏位的定义呢，可以用 colon 这个去定义，我们把它叫做 row code。那这些我们全部都可以去再深入定义它的length， 这应该算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定义。User ID 它就是 big NT， 我们就先不管了。这样它产生出来的这个 table 啊，它就会照着我们的命名需求去做处理。我们就会有一个 users role 的一个 table， 那里面会有 user ID 跟 role code 两个栏位，这都是我们刚刚特别去做定义的。OK， 这一章节在提到这一个部分。那假设你的list 里面对象是一个物件的时候，有时候是难免的，那有时候是必须要思考说它是不是应该被改写成 one to many 的 object。 那假设你今天对象是个物件，又想要继续用 element collection 的时候，那就可以使用 embeddable 这个方式。那一般来说 embeddable 是通常是让你在一个物件里面把部分栏位把它包成一个群组，让它有一个比较独立的特性。例如说你的 address 它可能包含了 zip code， 那包含了 country， 那也包含了详细的地址路名，那这部分这三个栏位可能实际上合称叫做一个 address 的物件，那这种时候你可以在entity 这边宣告一个 address 的 embeddable， 让这三个栏位被收拢在 address 的这个 entity 之下。那在 element collection 这一个方面呢，它就是有点像是基本上就可以当做是一个 one to many 的 table 了，那它只是帮你固定用它的 ID 去做一个 join 而已。好，那这边我们来尝试一下。那这边的话，为了节省时间，我把我之前已经做好的几个东西直接复制贴上。这边宣告其实很单纯，我把它设计成是一个user 的操作一个履历啊。那这个操作履历大概里面三个栏位啊，它有一个 type 的栏位，一个时间的栏位，一个 remark 的栏位。我们实际上不会去用它，我们只是来看它如何建立出这些 table 而已。好，那在 user entity 这一块呢，我们的 collection table 一样有我们的名称的定义，那一样有我们 join 他人的定义，这跟上面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不一样只在于说这个 user operate history 它并不是一个基础型别或者是一个 string， 它是一个 embeddable 的物件。
那这时候在 H2 这边所查到的这一个 table 啊，它一样会建立一个额外的 table， 然后去记录 user ID， 然后去记录我们刚刚开了几个栏位的东西。好，那这几个栏位其实就是依照我刚刚在 Embeddable 里面所描述的这些 column 啊去做处理。那大概我稍早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之前所熟悉的 Data JPA 的这些naming 啊，或者是说JPQL 的 query 的部分啊，在这边一样会有效啊。那这边所给的一个范例啊，就是在 Firebase 啊这一个 method 里面啊，它是一个JPA repository 的我们写的一个 method 啊，它预计会回传一个分页的 user entity， 那它的查询条件就是包含刚刚输入的 rows。好，那这边之所以命名叫做 rows， 是因为我们在 entity 的这个 field 里面就定义叫做 rows。好，那上面这一个naming 的 method 呢，它最后会变成下面的这一个 SQL， 好，在执行的时候会由JPA 帮它做处理。好，那这边的话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做了一次的 outer join， 然后去做到 where 的条件的查询。啊，那当然它在整个查询出来之后，它也是需要做第二次的 subquery 啊，才有办法去把 rows 里面的资料整个带出来组成一个 user entity 啊。所以在这边的话，如果未来效能是需要控制的话啊，就必须要把这个 element declaration 做成一个 lazy 的形式啊，让它在有需要的时候才被捞出来。那或者是说我们必须要在更正，不是，换句话说是我们实际上本来就不该在controller 这边直接去回传整个 entity 物件。目前的话 Spring Data JPA 预设是把 Open Session in View 开起来的。换句话说，当你的controller 在把物件抛出去的时候，它实际上透过 JSON 转成 JSON 资料的时候，它会把你这一些原本设定为 lazy 的栏位都在透过 SQL 再去查出来啊，那这会造成一个无形上的效能损耗，因为有时候你外面所需要的 JSON 并不包含这些 lazy 的栏位啊，所以这个会是需要一个做处理的部分。好，那么大概简单小结一下，就是在 Element Collection 它提供基础型别 String 的 Collection 或Map 的类型存储啊，如果你的类型的话是属于物件的一个型别，你可以使用 Embeddable。啊，那它基本上你可以视作就是一个省去对策 entity 宣告的 one to many。啊，那当然你还是得妥善去运用非 type lazy 来处理所有可能发生的效能的问题。好，那其实说真的，我认为在 element creation 它比较像是一个类似语法堂，但它实际上不是。啊，但是它跟 one to many比起来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东西，你可以用类似的概念去做了解。好，那但是接下来的东西我们就要讲一个更复杂的了。好，这边我先铺陈一下，就是这边我们会遇到一种类型的需求可能在以前或者在现在都有机会遇到。好，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 table 它不会去做非常谨慎的正规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不想要过度设计，那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一些公司政策 policy 的关系。好，那这边的话我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一个customer 的一个 table 客户的一个 table， 那里面有一个 type， 我们去区分我们的客户类型是开发者还是公司行号。那我们有另外一些栏位啊，分别去记录说当他是开发者的时候，我们会需要他记录 API key 或者是 GitHub ID 这样的栏位啊，那当如果它是一个公司行号的时候，它必须要去记录它的 company ID 那它这可能是它的一个公司统编。对，好，那他们都有一些共通的栏位那他们都共属于 customer 这一个table 里面。好，那在我们的实际上 Java 开发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开发成这个样子，我们会在 customer 里面把所有的栏位都摊开来啊，那当然这并不会到说不够优雅的程度，但是我们在后续开发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一些维运，或者是说当我们要加新功能，或者是我们要去对于旧功能做一些修改的时候就会很容易遇到说这些栏位
到底有没有做他实际上该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当我今天在处理一个 company 型别的customer 的时候，我到底该不该去处理他的 API key， 我到底该不该去处理他的 GitHub ID， 这个也很有可能是未来人在去做回应再去做修改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在介绍这三个 annotation， inheritance 跟 discriminator， talent 跟 value 这两个栏位。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一些 sample code， 等等我们再走到实际上 demo 的一个环节。好，在这边你会看到三个 entity， 那其实最上面这一个算是所谓的最上层的副类别，就是一个叫 custom entity 的。那基本上我们就会定义 ID 跟 name 的部分，那下面又去依据 custom entity 继承实作了两个额外的 entity， 一个是 derived entity， 一个是 company entity。那他们之间的差别呢，基本上只差在我 customer entity 这边有定义一个 inheritance， 那它的策略也就是 strategy， 指定的是一个叫做 single table。那另外的话，它还指定了 discriminator talent 为 type 这一个栏位。那 type 这个栏位呢，它这边指定它的型别是一个 string， 那它的长度是10，大概跟我们一般在定义 table 的 talent 的方式是一样的。那再来就是说，它会在 derived entity 跟 company entity 里面分别去指定它的 discriminator 的 value。那这个 value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 string， 那这边的话我是用一个 static value 来做一个代替，等等我们可以在实际上 code 里面看到。好，我们就实际上来看这样一段 code 究竟会建出怎样的一个 table 来。跟一般的JP entity 宣告类似，它也是该要有该有这些栏位，包含 ID。那这边的话，我们给一个另外一个额外的栏位，叫做 name。那就如同刚刚所提到的，我们会有一个 inheritance。那这边我们需要去指定它的 strategy。那这个 strategy 它是由 inheritance type 这一个 enum 去做处理的，它基本上有三种类型的方式。那这边的话，我们先专注在 single table 这一个部分，稍后我们对其他的类型做一个解释。这边我们需要去定义的就是要怎么让 JPA 去认识说当我今天哪一个栏位是什么值的时候，它应该是由哪一个 class 进行实作。那这边所定义的就是我们今天要挑的是哪一个栏位，那这个栏位我们把它叫做 type， 那 length 为10。那额外定义这一个 type 它是 string。基本上它能给的这个 type 大概也是很有限的，只有 string、char 跟 integer 这三种。那我们根据 custom entity 去额外实作 derived entity 跟 company entity。那这里的话，下面两个我们就不太需要去处理，刚刚已经处理过的栏位，我们直接做个继承。但是这边我们需要去指定 discriminator 的 value， 那它除了 value 以外，其实还有 formula 的方式做处理。那这边的话，我们先简单用 value 来做处理就好了。好，当我们使用我们 developer entity 的时候，我们把 type 这个栏位，应该说我们把discriminator 这个 column 里面的值要塞成 developer。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 save developer entity 的时候，在 DB 里面就会自动把该栏位塞上 developer。那在从 DB 里面捞出来的时候，
假设他看到的这个 type 是 developer 的时候，他会自动的把它转成 developer entity。那这里的话我们也开几个例外的栏位。所以就跟刚刚我们在同一面里面看到的一样、developer 这边有两个栏位 API Key 跟 GitHub ID， 那 Company 有另外一个栏位叫做 Company ID、等等对，我刚刚应该没讲错。好，那另外我们有一个、原始的一个 Table 叫做 Customer。 好，那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左边这边的 table 的部分，它不像是之前我们在做 entity 宣告一样，我们、明明在 developer 跟、company 这边也都宣告成 entity， 但它并没有像以前一样建立出各自的 table， 它反而只建立了一个 custom entity 的 table。 那它这个在这个 table 里面呢，去额外产生了、developer 跟、company 的栏位、上面的这是 company ID， 然后下面这是 API key 跟 GitHub ID。 那这样子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实际上开发的时候，我们为了、避免就是说大家只用 custom entity 会造成就是说、他会把我们把那一页图文片交出来。OK， 在过去我们会这样设计一个 custom entity， 那就会造成说大家在用 custom entity 的时候就必须要自己去控管何时去使用 API key， 那何时去使用 company ID， 这些它应该在不同的、业务逻辑中所被使用的栏位。我今天处理的是开发者的 custom， 那我就不能去处理 company ID， 这种行为是我们可能必须要用口述的或用文件的或用注解的方式来告诉下一个工程师应该这样做，或者告诉未来的自己应该这样做。那我们可以反过来运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三个 annotation 所建立的这一些方式，我们在 custom entity 就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独特的栏位，那在 developer entity 里面它就没办法去处理这些 company 的栏位。我用这种方式在程式面上就做到了控管，那未来我们在开发 developer 相关的业务逻辑或者是 company 相关业务逻辑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担心在 DB 这边有栏位误用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再继续往下深入开发 DL 的部分。DL 的部分大概有几种方式，这边我选一个我们目前、我们在 production 常用的一个方式。我们会把 custom DL 这边开一个范型，然后这个范型去指定说你必须要是继承自 custom entity 的。那这样子做的话，我们就可以同时、针对 developer DAO 或者是 company DAO 做一个共通性的继承。这种方式有助于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在 custom DL 这边开一个栏位、例如叫做我们回传一个 key， 那它做一个功能叫做 find by name。
那这个范本内同时也会出现在 Develop DAO 跟 Customer 跟 Company DAO 里面。好、哦，这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它是一个相互继承的关系。那在使用面上呢？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可能得用 test 的方式来做一个范例。我们先在一开始的时候先存一些一样基本资料进去。那这里的话我们一样使用 Builder 跟用 Notebook 的 Builder 来节省我们所需要处理的程式嘛。我们分别对 develop 跟 company 各自 save 一套 entity。然后为了避免 JPA 帮我做太多事，我们用 Entity Manager 去控制一下我们实际上它整个背后 Flush 跟Detach 的时间点。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为了说我们在 find 的时候，我们 find 的东西是干净的。我们在这边使用 DirectDLDO， 然后 find all。这边我们不做任何条件的查询，我们直接看 find all。那这里的话，我们把它接出来就好。等等，我们只用 debug 模式来看它背后所做的事情。我们首先关注一件事情，就是它下出去的 SQL 长什么样子。这边报了一个错，稍等一下。OK， 这边的话是因为我的 ID 这边没有去指定 generate 的 value， 所以他认为我的 ID 应该是要人工去产生的。这边的话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做了两次的音色，
第一次的映射是custom entity， 第二次映射也是 custom entity， 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只有这个 table。 那但是呢它映射的栏位不一样，可以注意到在我们第一次映射的是 developer， 第二次映射的是 company。 那另外在 type 的部分它也会帮我们直接塞进去，它不是以变数的方式塞进去的。那另外在做 select 的时候啊， select 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就是说它在最后的 query 条件，我们把这个 SQL 截取出来。另外一段是 company。第一个它的 where 条件它是 from custom entity 这一个 table 没有错，那它的 where 条件它多下一个 type 等于 developer、所以说当我们今天以它的这个功能去产生这些 entity 的时候即使它今天是同一个 table， 那只要我们所使用的这些 DAL entity 没有用错，那它就会专注在它所应该捞到这些资料上面，它并不会因为你的 developer 没有去指定说你的 type 是什么而会捞到 company 的物件，并不会这样子。它可以直接透过这个方式来帮你去区分说在同一个 table 里面你可能想要分成不同的物件类型的这一种查询方式。那另外它还有一些比较进阶的运用，我们来看同影片的部分。那这个就是刚刚我讲过说我刚刚是使用static value 的部分来当做我 discriminator value 里面所输入的值这样子可以有助于我们在整个全域里面所使用的这一个字串不会搞混。好，那这个就是开发者跟户跟公司行号客户他的 entity 宣告。好，那这个是他今天在做 5x9 的时候 generate 出来的一个 SQL。那这边的话给大家看到的是 customer DAO， 也就是我们原始 table 这个 DAO 它的 5x9 里面它还没有把 type 这个给加进来，所以假设你今天真的有需要对直接对 customer 全域，例如说你 不想分开发者或者是不想分公司的时候，你依然可以使用原始的这 DAO 去做查询。那开发者的查询它就会自动加上 develop 这一个 type 的限制，那相对的在 company 这边也会有。那 single table table per class join 的是它这一次inheritance type 里面可以选择的类型，我们这次主要所示范的是 single table 这个方式。那 table per class 就其实就是回归到原始，我们每一个 entity 它有自己的 table 那 join 的话它其实每一个 entity 也会有一个 table， 但是只是说这些重复的 class 在基础它在它父类别里面的 class 就不会跑到子类别的 table 里面去了。那这个是 single table 它长出来的一个 table 样式。那这个是 table per class 里面三个entity 都各自建一个 table， 而且他们都有 ID 跟 name 的栏位。那另外这个是join 的方式，那它会不会有 name 的这个栏位，但它仍然会有 ID。另外的话这是一个比较偏应用的部分，就是我们有一个 customer group， 有点像这个客户群组那这个客户群组呢我们它是一个 list 的 custom entity， 然后它做一个 one to many 的 join 那我们这一次我们可以把developer DAO 储存一个物件，然后 company DAO 储存一个物件，然后都把它加到同一个 user group 同一个 customer group 里面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在做查询的时候它会做这样的一个查询首先它是把group 的 ID 做查询，那它查询出来之后呢，它会再额外去只查询出来这个customer 的部分。好，那我们用 debug 模式下去看，你就可以发现 customers 这一个 list 里面呢它各自都还是各自 entity 的形式换句话说，假设未来你升级到 JDK 11了你甚至可以用 switch pattern 的方式去处理这些个别不同 entity class 的所需要执行的工作。那反正这个功能它的目的就是让你的 table 跟 entity 能应对更多的情境而且 ACA 在规划 table 设计的时候不会因为要关注到 table 的设计而与 Java entity 这边使用习惯做冲突
然后也可以确保我们未来 PG 开发时不会误用栏位啊。那甚至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开始实作一些比较特殊的设计模式。好，那我想应该时间差不多进入问答环节吧。